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人一样是在福音科大这边附近。然后我们对，看那是我们上一次那一部的隔壁场。对啊，蛮大的。对，然后这一间，这间是一人店，因为所有的台子的名字啊、电话都一样。对呀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到这一颗，它原本是在那个角落，然后10块钱、20块，好像30块吧。刚好捏到它的束带，它就整个带过来。勾过了，我在想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把它勾出来了，因为它的甩幅2.5拍，我在甩这个在二楼的东西，其实都用2拍打就可以了，因为距离比较短，距离很短啊。然后它的甩幅其实你看，甩幅够大，慢慢捏过来，对啊，有机会哦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不会不会不会，靠臀扶一下也 OK。 太饱了，转力不太够，它的转力本来就很一般啊。如果我现在不打，应该很多人看到，呼，九厘桃金，更呛味。还是我们这样就走了，好了，我们走了。Yeah. 给人家打，看到29在这里，大家都会吓死人。心痒痒。对啊。要靠束带，真的哦。因为脚力不太够。束带。啊，后面那一颗挡住了。那就给他一个螃蟹爪。小爪位，爪位，对对对，爪位，爪位，爪位。啊，爪位会一直跑掉哎。不行，他要靠螃蟹，怎样？怎样？爪位。螃蟹好像它会转不进去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刚刚这一下，如果我是比较偏过来一点的话，应该是入爪。是啊，这一下我让你看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打来前面吗？很挤吗？把它挤一点，把它挤在二楼。但是你要考虑好，可能会越过山丘。哦、这样子可以。会喷回去的意思。对。然后这个再近一点。这个要稍微在后面一点。有难易度，其实这样也可以直接打，但是我们如果要再做一个更安全一点的，求稳，对，这个要让它过来一点，弹过来，这样子可以。他刚刚我听，我们走了。好啦，那我就枪位就留在这里了，然后大家看到影片再来打，白痴啊！刚刚他228撞的那一声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铁片，弹过来。这样子，你说228吗？228加重，只有转力，怎么还有加，还可以加重？没关系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打出来的话，其实也好。这样子好吧，给你吃多一点。
你这边摸。哇，卡住了。不然就要救他一下了。完美的计划。这样子，然后靠束带，看能不能用束带把它拖起来了。我们的完美计划。29有一点被他顶走的感觉。好，起来，这样应该会起来吧。对啊，29如果可以再密一点的话，但是他就是一直顶229，一直把229越推越后面。2009了。你刚才说229。2009了，讲错了。很多奇怪，229都在前面。进去。可以的，可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想要的位置。放掉。来，更远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搞进，不然没办法，被他推走，没办法靠补位的出货。吃到最深了，我刚没二手哎。啊，他要倒掉去了。哇，这台人可以。你都找利落的。就只能靠。尤其是一般锁，只能靠前面了。哪里前面？因为我是说靠前面的爪力去跟他拼了。在想，如果我这样斜甩大门一点，如果他真的有机会起来的话，上二楼吗？至少他可以拖在正门。没有正门的话，那个甩不够大，应该可以直接把它抬出来。那直接甩不够啊！没输。没输，多少？100多块了。应该就哦。900出了，应该是900多左右。没有，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防御很多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他就会把它加重，把它加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说人家说他会不会浮，会啊，扣到束带会浮起来啊。但是如果你用比较刁钻的角度，像有时候他不是站着，然后我去二收，就算扣到束带也要浮不浮的。但是你是躺着的状态，你去全包下去，扣到束带会浮起来，一定浮，就是让你在特殊角度没办法捏保了。来，我们来猜一下。这不止一片，是啊，不止一片，大概两片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拆229出来看呢。是啊。哎呀，我第一次看229原来长这样子啊。因为第一颗打出来就送出去啊。哦。你忘记了吗？对哈。人生的第一颗。对，我人生第一颗229是保家吗？不是啊，小小猪。在台中拍的。哦哦哦哦。两片了。两片。然后这一个原本很新，就被铁片
可能 K 成这样子。这是什么说明书哦？说明书啊，可能说明书跟保证卡吧。但是有挑战成功吗？有点刁了，但是还好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挑战成功。那对啊，要回家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Bella con la papaya. No se entendería.